所以喝的汽水。孩子，跟爸爸说说，刚才跑什么呀？爸，你们为什么要给我转学啊？ 是因为家树转了学，我们搬了新家，所以才顺便给我转的学吗？小菊啊，你怎么会这么想啊？我就是觉得，我什么事儿都得让着家树。家树大了以后，我甚至都没有怎么吃过鸡腿，凡事都要以家树为先。爸，我觉得自己是多余的。 孩子，千万不能这么想啊！你和家树都是爸爸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，都是一样的。当然了，你弟弟从小身体就不好，我们可能对他额外关心了一点，怪爸爸和妈妈忽视了你的感受。但是搬家这件事儿绝对不是只为了家树啊！ 爸爸妈妈，希望你和家树都有出息，别像我们一样一辈子吃了没有文化的亏。孩子，为了你和弟弟，我们吃再多。 好喝吗？爸，您脸上脏。哎，别动，别动，太脏了，工作干活。